你让我失望了，这是一个很贵的玩具。走。好了，现在已经到了店里，然后我们派队不到两分钟就进来了。我是20号预约的，都没有第一天预约，然后都能预约，什么 iPhone 都可以买得到。意思是什么呢？我感觉欧洲人根本不买 iPhone 的。然后我们现在只要等一会儿就可以拿到了。OK， 哇，我是想回到上当了。这是比利时苹果店一个帅哥店员，他叫阿强，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听到我们也会说中文，阿强就很开心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你为什么会说中文？我会说中国中文，因为我知道大家不想看阿强，只想看阿德，所以我把阿强放在视频的最后了。谢谢大家喜欢阿德。所以呢，我花了12000块钱买了这个，为什么呢？我想看看这个能不能让我上热搜。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will look right here。今天是9月24号，我听说这个在中国很难买得到，但是呢，我们今天15分钟内买到了吧？我们还遇到了一个会讲普通话的人。我觉得中国有非常一次。终于来了啊！我们今天做个正式开箱哦，不像那些其他的博主提前拿到了，然后只能夸，对吧？啊？所以这个是 iPhone 13 Pro 512。God damn, that's a big bitch. 他们现在哦，他们包含鲜了呢。That's a big white piece paper. Come off now. Wow. That camera is crazy. 你们肯定看了100次了，我再给你们看一次。哦，它还能开机啊，牛逼啊！你看，它旁边都弄了蓝色。你好，我操，为什么给我说中文啊？你们看不到屏幕，我觉得好可怕，因为他最上面也给我显示是中，因为他听到我在跟你讲中文。Yeah, why else would it give Chinese? That's scary. 为什么开屏的时候会直接跟你？我操，他们说那个120Hz is rather fucking quiet. Like, wow. I need keyboard. No, I need to have.Chinese, I can do Chinese. OK, 我先玩一下，晚一点跟你们说。2000 years later. 我后悔了，我真的他妈的后悔了。我就玩了这个手机差不多一天了啊，它的价格是12000人民币嘛，那也是我因为我买了内存比较大。我觉得值不值得 ？No way, no way, no way.不知道你们拿到手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我本来拿到手之前，我特别激动啊，就像买了第一次的 iPhone 的样子也是一样。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去买，然后准备退款。相机是很牛逼，而且你的 focus 可以变成那样子。我偶尔可能会用，但是我在想，我平时也不会怎么用。我想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发现我的汽车现在卖出去的话才4000块钱人民币。太贵了，1500欧。It's not a joke. This shit is expensive. 但是我们遇到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它的电池，它多快可以充电？这个是65 watt charge， 这个是20 watt charge。我不会出门然后不带充电宝。我们说到那个 refresh rate 嘛，就是它现在哇，你们肯定是看不到，就是它这个很快嘛。这个别人也拍过了太多次了，你别屌我。It just seems like okay, that's cool, but do I need that? I don't need that in my life. My life was 已经够快了，本来就已经够快。It was okay.I didn't need it, and now I have shit that I don't need, and I paid a lot of money for it. 所以呢，你觉得我们现在要干嘛？So, 你让我失望了，就是一个很贵的玩具。反正我今天去看一下，我想现在退货。而且这个是就是第一批哦，我第一批，你们要不要买 ？OK， 这样你要不要？我不能这样。OK， 我们就把它寄过去了，然后5到7天之后我就可以拿到钱了。钱拿回来了。Yeah， 所以啊，我推荐这个手机 ，No， 我不推荐。谢谢今天跟我一起亏钱，你也不用去浪费这个钱，好好存你的钱。钱是很难赚的啊！你加班多辛苦啊！你加班那么辛苦，你为什么要这个？你要去装逼，跟你朋友说啊，我要最新的呢。说实话，我也发了朋友圈这么做，不得是太傻逼了。哎，咱们都长大了啊，不需要这种装逼玩具了。来，去干活了。
拜拜。OK， 哇，果然是上回到三个大了。你为什么会说中文？我会说中国中文，因为我觉得中国有非常意思。和我觉得3年以前。3年以前。对，我去了中国。去哪里了？很多的城市，我去了北京、南京、上海，对，上海我觉得非常好的城市，和在上海我住在一个朋友家，所以我是和中国人，很typical， like it was very yeah very very typical。和我去了台北。How do you say after that again？ 然后对，我去了杭州，非常漂亮的城市，对，非常漂亮。西安、成都、和重庆，都去了，对，很多。我觉得五天呢？跑了那么多地方。五天 ，a chaque fois， like each time five days， yeah. In total， like two months，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But how come you know Chinese？ I've had some let me try and say it in Chinese， yeah. 所以我觉得五年以前，我有了一个汉语老师，可是除了我一个人，和他。所以，对，所以这个课很好的，非常好的，我们有了很多的课，可是都课很好的。太牛逼了，我感觉都你是在这里学的，不是在中国学。在比利时。Thank you. You're very welcome.